这应该是我甲嘉禾头一摆见面的所在，为了去第二港口放假消息啊。然后嘉禾甲英明嘛消失啦，即马连英辉甲英辉嘛要离开我。阿姨，拜托你留落来啊，拜托啦！好啦，你莫去啊。妈妈。你咪乖。哈，这不是我泡不起的鱼糕，你找着啊？因为这是我重新订做的。那是阿丽的，这么无闲，搁专工在泡这鱼糕。你欢喜就好，是我唔对，林姐。哇，哪有你这款妈妈啦？遐尼无正经。我唔来要做你的妈妈，我更加要做你的好朋友。我的家，我爱的人，我的故乡甲基地，全部拢无啊！天公伯啊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残忍？为什么要把你给我的物件拢收回去？那是我注定爱孤单一世人，我甘愿从来都唔捌爱过，安尼我就袂失去心爱的人，嘛袂遮尼疼。你听我亲手甲你挂造型，你唔免烦恼，因为我会甲你照顾好。你不爱你我这个妈妈？我无妈妈，从今麦开始，我就是一个无爸无母的孤儿。你阁唔造型？你紧走，你紧走，我已经看到你啦。黑牛还可能去哪？你得先冷静，冷静下来，才想得到还有哪里。哎，有杯茶。阿伯帮永辉去买点心，应该很快就回来了。袂滴，我时间就济个啦。我是替阿伯送物件过来，嘛唔是来看我阿爸。你什么都不吃？阮阿爸最爱食土豆的，啊，不过伊病大病，啊，才备好的，你替伊留的，小等伊回来的时阵就会当食。其实，你早就原谅阿伯了，对吗？搁再安那讲，伊嘛是阮阿伯，这是永远都无可能改变的事实。原谅无原谅，够无够？阿伯一直在忏悔，虽然他嘴巴上不说，但其实心里一直在偷偷关心你。他还跟我说，你最近常去蔡家老家那边，他很担心你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。我只是想要去看海啊。跑那么远，专程去看海？一片海，是我甲嘉禾熟悉的所在。就亲像我甲嘉禾的媒人同款，虽然即马饲蛤蟆的所在拢无去啊，啊，不过迄是全基顶我上喜欢的所在。
嘛是我伫伊房徛迄几年上幸福、上快乐的时阵。拜托老天爷，千万要保佑陶吉牛别出事。 消失了，家伙嘛消失了，以前所有的一切，敢真正拢消失了。